有議員提出書面質詢，希望當局善用公職人才。議員高天賜話：收到唔少喺公職工作並擁有高學歷同專業資格嘅人才反映，指未能夠喺工作崗位上各展所長。佢質詢政府會唔會善用公職嘅人才，同埋會唔會進行調查，按照各人嘅專長以及工作經驗等進行分類，掌握邊一啲工作人員處於同佢個人能力相比擔任較低職級同較低職務要求嘅工作。